完了完了，这几个模式都要结束了，我才想起来玩歼灭团境、火力团境、散弹团境、近战团境，这四个里边我最喜欢玩的就是歼灭团境了，因为它是在海岛里边4v4，还可以选择自己喜欢打的程序。他们选吧，我就不选了。而且在这里边真是还原你在实战里边4v4的感觉，投掷物都可以正常带，这个你要是打明白了，经典模式你也不会差了。三号一穿四，一穿二，来吧，我就信你，真的。好，这一颗雷炸到了。牛逼！帅帅帅，还有一个，但对面好像在救人，没有救过去，救起来了，坏了，我要发力了，知道吗？哎呦，哎呦，我在屋里边呢，牛逼，没啥压力，简单拿下，就是感觉回合少了点，还没有打过瘾呢就结束了。出来看了一下散弹团境、近战团境，对我来说都不是很感兴趣，但是这个火力团境 2.0 我感觉有点说法，可不玩不知道，一玩我以后都不想再玩了。进来我就光听这个声音不看画面，我还以为有轰炸机呢。蓝队诞生了新的超神选手，我操，全是大炮啊，这就是 2.0 是吗？我这不一炮一个吗？没难度，我觉得。来，冲锋，跳起来，掩开脚步，跳，掉！啊！不是，那只要站在一个边缘上边，那不无敌了吗？我想说，我就搁这一站，他都炸不着我的。来，我让他炸，真的，他这样都炸不着，炸！去你死吧你！哇，这个打这个真的有点有心无力了，兄弟们，说这不有冲锋枪吗？你拿那死玩了？来，欢迎新的超神选手，来冲锋枪上来，不急，看我左右。你不死啊，静静静，当老六，不着急，溜一手。哎，哥们们，别嫩菜行吗？对面拿30个了，咱们才拿17个，我真服了啊！玩不了，真的，跟这帮小菜玩不了。